才来是麻辣鸡。哎呀，脆啊！看，咱那千层饼层层多大大。看咱这馍没有面，我感觉这个馍最漂亮，这是香豆粉，也是这酥皮儿。你，咱们摞的厚，你看像千层饼。这吃什么？千层饼。在这弄个油酥锅块，在这把面起，看它温沸起面好起。在这搁叫起着，再捏着起那点煎一揉，开始揉煎，俺给捏排个起。大坨子面，肉包子开始好了，把它剁四段。我还就是弄长一点啊，层次多，再干长方形。来倒上油，我腌在屋里洗上，腌的。洗澡脱样子，我们也是多大的多大的撒是盐，这撒是这香豆粉，这个多放一点香豆粉，弄出来香好吃，这多辣一点。那就爱转这味儿，这把它一卷，这干厚一点，把干太薄了。再是给锅倒上油，再是这搁锅头落。对，再给整个发一下油，给它一发，好的，这盖上了，这盖上叫它弄，再把它再翻一下，这样真大，咱这馍大，太香了，咱这馍就皮皮脆大的，看，咱那千层饼层层多大的，咱这再做个麻辣鸡，先把盐一上。再放上五香粉，放上这炒拉面，再撒上葱花，把它这一串，但是把它搁锅里落着，就把它一翻，这熟了，看这一捏都胀起来，它就没问题熟了。它这是个麻辣鸡，再一半麻辣鸡，一半这香豆粉鸡，这是溜豆稀饭。看咱这馍美不美？我感觉这个馍最漂亮。开吃，开吃，开吃！我是小姐，俺不尝咱的。一层一层的。你看这，全是一层一层的，对它原味，太棒了。真爽！好久没吃这美。